哎，我发现了沙滩上这个小眼儿啊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活。这是个啥？哎呦，是个海金蝉，海金蝉啊！宝宝们看一下，见金蝉者双击发大财啊，行大运啊，2019顺顺顺啊！兄弟们，这是赶海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巨大的海乌龟壳，也不知道上面有没有细菌。我先戴上手套试试。哎，没事哦。听老一辈人说，龟是吉祥物，那我就借此物祝福那些在外努力奋斗的大哥大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哦。那兄弟们，上个视频咱们把酱油倒在海参上，海参并没有融化。老铁说，你找一个瓶子，把里边装入海水，把海参放在里边，倒上酱油，它就会融为一体。那位朋友，你还在吗？海参果然融化了，嘿嘿，加关注，看我直播。如果在沙滩上你发现像锁眼一样的小孔，一定不要错过，挖几下，撒点盐，数个一二三四五，一出来挖，这就是挖竹节虫的全部过程，很简单吧？关注瓶子。朋友们啊，昨天发那个小螃蟹啊，有很多人没有猜中，你猜中了没有？这个叫勾手蟹啊。如果你喜欢它的话，觉得好看的、漂亮、可爱的话，点个红心。它还没有名字，能不能帮忙取个名啊？啊，喜欢它的，给个加个关注，点个红心。